在《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在过去无数劫以前，有一个世界名叫无量德聚安乐世现。这个世界有一位佛，名叫金光狮子游戏如来，他的佛国清净庄严，无比美好。在这位佛教化的时代，有位名叫威德的国王，以正法治理着上千个国家。一天，威德王在园林中修行，进入了禅定三昧。你们是天龙还是夜叉？是人还是非人？请告诉我你们的名号。一切诸法空，云何问名字？过去法已灭，当来法未生，现在法不住，仁者问谁名？空法亦非人，非龙非罗刹，一切不可得。啊！明明者虚空，明明不可得。一切法无名，而欲问名字。欲求真实名，未曾所见闻。复生法即灭，云何而问名？说名字语言，皆是假施设。为宝义，称呼他为宝上。什么是供养？愿您讲解它的意义和方法，让听闻者依此行事。香花、音乐、衣服、医药和卧具，这些供养里哪一样是最好的呢？能发起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就是供养佛。用无数珍妙的物品
奉献供养给诸佛，不如以慈悲心回向成佛的菩提道，这就是最好的供养，其他任何供养都不能超过它，获得的福报无量无边，不可计算。发这种菩提心，必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啊！一切天龙鬼神，请听我说，我们今天在佛陀面前立下大誓言，愿发菩提心。生死流转了无数劫，不知道哪里才是边际，为了救一个众生都要多劫的行菩萨道，何况每一劫中都能救度解脱无量的众生，所以修行菩提道又怎能生起疲惫厌烦之心呢？我从今天开始，要是还生贪欲心，就是欺诳十方一切的诸佛；要是还生嗔恚、愚痴、悭贪、嫉妒的心，也是如此。今天我说的是绝不虚妄的真实话语。从今天开始，我如果像声闻众那样只顾自利，而不去行救度众生的菩提道，就是欺骗世尊。我不去求只能自我觉悟的圆觉圣果，我要在万亿劫中以大悲心救度解脱一切众生。今日世尊的国土清净安乐，美妙庄严，愿我成佛时国土超越此百千亿倍，没有身为圆觉这样的众生，只有发菩提心的大乘菩萨，数目没有限量，他们都清净无垢，具备上妙的喜乐，在正见的佛法中出生，能受持一切佛法宝藏。我这些誓言如果诚实不虚，大千世界应当为此震动。那时的威德王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而两位童子就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两位大菩萨是在金光狮子游戏如来前出发了菩提心，他们在发菩提心之前就懂得名字不可得这样深的智慧，是因为他们曾经无数生供养佛，种下过种种的善根。那时的无量德聚安乐世现佛国，就是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在将来久远不可计数的时节后，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也会涅槃。涅槃后，正法住世的时间与阿弥陀佛无量的寿命相等。阿弥陀佛住世和涅槃后
所度化的众生也是一样，无量无边。阿弥陀佛涅槃后，也许有的众生见不到佛，但如果有菩萨能证得念佛三昧，就可以常见阿弥陀佛的不灭法身。阿弥陀佛灭度后，极乐世界的一切宝物，流水、浴池、莲花、宝树，仍然恒常地演说法音，和阿弥陀佛亲身说法没有差别。阿弥陀佛正法灭后，过了中夜，明相出现时，观世音菩萨将在七宝菩提树下结跏趺坐，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名号为普光功德山王如来。他的佛土是自然的七种宝物巧妙组合而成，庄严的美景用无数节时间都说不尽，比金光狮子游戏如来的佛果还要庄严亿万倍。那里没有声闻缘觉，都是发菩提心的大菩萨充满国土。佛国的名字就叫做众宝普及庄严世界。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在世时，由大势至菩萨亲近供养，直到涅槃。涅槃后，大势至菩萨仍然奉持正法。正法灭尽后，大势至菩萨就在这个国土圆满成佛，叫做善助功德宝王如来。他与普光功德山王如来的国土光明寿命和菩萨数量乃至正法住世的时间全都平等一样，毫无差别。